超大豪雨下不停，嘉义多处低洼地区传出灾情。太保市劳工住宅社区共有200多户居民，好大雨将社区淹到大腿处，救难单位出动橡皮艇巡护，并随时接出愿意离开的居民。另外在皮子村则有军方出动装甲车协助行动不便的长者们撤离。在那个新毕业那个集会所有准备18张的那个扶慰床，还有21条的那个毛毯，让那个居民能够休息这样子。不舍乡亲受苦难，慈济嘉义联络处紧急成立防灾协调中心，除了准备扶慰床与毛毯之外，也与大林慈济医院携手，共同喷煮超过4430份热食，分别送往布袋、新港、溪口、东石、义竹等五地。那8:59，他需要200个便当，因为大家都是饿了一整天，所以我们马上动员，2个小时里面我们就要出发，等一下可能要用橡皮艇去发放这些物资。抱着便当涉水走入灾区，再坐上橡皮艇，将热热的便当亲手送给乡亲。阿弟啊，感谢咱的主席吼，提供咱这个热食，和咱这田家庄、咱这住户、咱这百姓有一个热食可以享用。慈济动员250位志工，并配合政府及军警消，一同将一份份的温暖送到灾民家，让走不出来的受灾乡亲在等待救援时暖心也暖胃。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。